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405集的节目。今天来给大家做铁工厂所推出的这款片脚的斜面轨波若丸，它是用了变形金刚里头狂飙或者叫疾风作为基础造型，然后把它日本武士化的一个风格的玩具。美型度的话呢，非常的好看呢，啊，它这里有写一个，对不对？这个铁武士系列。那么这一款的话呢，我们直截了当的呢，将玩具的这个本体拿出来呢，把它的一些配件呢都给安装上去了啊。后面的话呢，这个部件呢是让我们可以安插武器的，平常人形的时候呢装在后面。那蛮难得的，这一次的关节啊，非常的恰到好处，我完全没有使用到任何一点的吸油，就可以非常轻松的把玩了。身上的话呢，有一些尖锐的地方，特别是那个脚啊，请特别小心。虽然不是说非常脆弱，但是很明显它还是比较细小啊。把玩的时候呢，请注意一下。然后呢，这个肩膀上这个部分啊，也是稍微有一点点尖，不过还不至于划伤人啊。其他的部分的话呢，像这个地方，各位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，都是有经过倒角处理的啊。把玩起来的手感，这一款算是比较舒服的啊。对了，还有后面这个地方啊，这里可能是比较容易去忽略到的地方。那撇开这个地方之后呢，我们就先看一下它的一个本体丝质比例，很漂亮啊。我觉得比较让我觉得稍微有点小奇怪的，可能是鞋子太白了啊，看上去有一点点小小的违和感。那么它的一个配件的话呢，我们就一个一个先来讲。我们先来讲一下它的一个非常有这个片脚的斜面轨，它有附带另外一个头雕。那么这两个头雕的表情啊，究竟有什么不同呢？其实我真的看得不是很清楚啊，感觉好像这个比较阴沉一点，这个的话呢，眼睛的话呢，做的好像稍微比较大一些些。当然，最关键还是他这个头上断了一根角啊。那如果你要替换的时候，是把头给拔掉。那如果你懒得拔头的话呢，你也可以直接把头上那个，这个头上这一块部件，如果你只想做替换的话，你也是可以把它直接拔掉，然后呢做一个替换也是可以的。但是呢，因为它两者的表情呢，确实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，只是因为都跟人类有一点点差距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它到底哪一个表情代表什么意思。那我也不想把它给弄混乱，所以我就还是整颗头给拔掉好了。因为而且它这个替换非常简单，各位应该可以看得到，那个球形关节是做的特别大的。那在这个状况下的话，看上去就有一种战栗战的感觉，更加有一个经过很多身经百战的一个样子。背包的话呢，是一个飞机的一个头部啊，还是做的挺有造型啊。这一款的美型度是不用怀疑的。然后它的替换手呢，有一点小意思啊。除了我们平常最后我会把它换成这一对的拳头之外，它的另外的两对的造型是不一样的啊。有一个呢，掌型是两手都有掌型，但是握剑的部分呢就不太一样了，都一样有这个，不对，应该是说除了这两个拳头之外，其他的这个造型都不同，各位可以看到，这是一个，这个拳头可以完全把刀给握住，然后呢，这一块的话呢，则是你也可以拿它来，让它做出一个剑指效果。我们可以把它给，把剑给抽出来，不对，应该说刀，把刀抽出来。如果你要让它拿斜的，这样也可以。然后这只手的话呢，你可以把它替换成一个掌型，这样，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偏软胶的一个手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它可以有一个这样子手握在上面的一个感觉。那或者呢，你还可以呢把这个呀，它是一个斜斜的一个剑指的。那如果你不要的话呢，你也可以把它换上去。剑指这个话呢，会稍微有一点握的不是非常的稳，你也可以完全把它握的完全紧实，然后再换一只手这样子过来。然后呢，你可以再把这个脚的话呢，就前后的位置呢，再稍微换一下。然后就可以摆出另外一个战斗的动作啊。总而言之言呢，总之呢，它的替换手呢，配置的话呢，跟一般的这个没有成双成对，完全没有。那我们现在的话呢，就把它的换回它原本一个比较常用的这个拳头握紧的造型，我们就来进行它的其他的一个分享啊。首先的话呢，这个都给装上去啊，很好玩的这一款，非常赞了。这个你头干嘛歪成这样啊？我们将它的一个四肢啊什么的，先把它给恢复成原来的一个形象。好，头摆正啊，这样的裙甲是从后面包过来的。那后方的话呢，这个武器啊，你是可以这样子
血叉就我很喜欢他这个刀的造型，超级喜欢。这里讲一个可能大家都不是很清楚的东西啊，我先讲一下。很久以前，很久以前，大概距今可能有30年前吧，台湾不是有个霹雳布袋戏的系列嘛，对不对？很久以前就有一个魔龙八旗时代，不是有个花信封，他手上有一把幽灵魔刀嘛？我觉得这个刀做的跟他很像，除了末端不是一个五芒星的造型之外，他其实整个做的非常的像，我觉得非常有感觉啊。然后又是这个带着邪恶造型的一个家伙，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家伙。你这个刀呢，插的方向呢随便，这里也可以做一个调整。如果你想要让他手啊往后面握都是可以的。总而言之呢，这个你完全可以自己做一个喜欢的一个调整搭配。人物的腰啊做的很细啊，然后变形的时候呢是有个缩，把腰缩起来的，然后这个到时候再为各位做一个展示。那我对比一下这个，这个其实不能算同一个系列啊，这个并不是武士系列，只是说呢大家很容易呢把这三个人物呢就是做个简单的小对比啊。如果你硬要放在一起，这个画风有一点点好像三个都不太一样啊，这个就感觉真的是比较局外。这个是IDW， 这是一个日本武士风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可动球形关节的一个脖子啊，各位刚刚已经看过我怎么换头了。手臂啊，平举的话呢，举到这里其实有问题的。手的话呢，你要把这个部件举到这里，然后利用中间的这个缺口啊，才能够完成一个稍微大概不到完全平转的一个角度啊。这是除非你这个头啊，你这个地方把这个爪子往内移啊，才能够完全平举。那不然的话其实有点被限制到的。二头肌也在这个地方，然后手肘的话呢有一个可以转动的一个角度，也不小心推到头了。你看这个这个头啊，其实它不容易掉了啊，你这样扯的其实也没那么容易掉，但是你用这个去推到它会掉也是正常的，毕竟它要方便我们做一个替换。手肘的话呢是一个双动关节，腰身的话呢是可以转动，而且可以有一个往前看的一个感觉。那裙甲的话呢，因为变形的需要，它有一个往内外翻。后面的话呢还是一个球形关节啊，所以它可动的幅度是挺大的。脚前后踢外摆内收啊也是有的，在这个地方外摆内收可能是它身上唯一稍微偏紧一点的，但是也是非常恰到好处啊。脚踝那变形的需要呢，有一个把脚尖放下去的一个结构。整体来说美型度呢还有附带的配件基本上呢都是蛮实用的，替换的头雕也很漂亮。人形状态下呢，可能让我比较不爽的是这个整个动的时候啊，后面这片部件会跟着动，跟后面的背包形成一个比较强大的干涉。其他的话呢，这一款这个波若丸的人形可以说是近乎是可以给到90分的一个高分了。那我们呢来进到这款波若丸的一个变形环节了。首先的话呢，我们把这个腿部给做一个缩短，那腿部的缩短呢很简单，从这个地方往上提上去就可以了。然后呢这里呢跟各位提一下，你有没有留意到这个地方它其实多了一处的关节，这个最后到时候呢在变形成飞机的时候呢，你在调整机身的时候呢，它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的，各位稍微记得一下就可以了。我的做法会稍微把它往前倾一点点，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要跟各位提一下，它的内部有一个白色的这个洞，理论上呢它要去扣这个凸，但是我个人觉得没有必要去扣啊，我们到时候结合的时候靠上面的这个凸就可以了啊。变形完成之后呢再给各位讲解这个部分，总而言之你知道一下就可以了，但是我个人倾向是不用扣。然后的话呢我们就把它的这个紫色的这个凸啊，两边都有紫色的凸，把它扣进这个洞里头去，然后呢两腿呢简单的做一个合并，然后呢将它给往上推进去。那么呢说明书是没有提到，但是我发现它这里啊是有两个，这个膝盖这个地方啊它是可以往外翻出来的啊，只是非常的紧，这是它唯一比较紧的关节。我个人是觉得应该是要翻出来啊，如果你要把它当成起落架来用的话，那我们就干脆先把它给翻出来好了。到这再来我们进行背包的部分。首先呢两个翅膀翻出去，飞机的这个头部啊这个地方把它给打开解锁，里头飞机头给翻出来。然后你往上翻上去的时候呢，这里呢有一个黑色的卡扣，黑色卡扣呢平常是卡进去勾住的，勾住之后呢它的腰呢就不太会缩起来，你强行压它还是压了下来，它其实功能就把这个地方锁开，锁开之后里头有一个白色的一个洞，黑色的凸卡进去之后它就不容易缩下来。如果呢你没有扣的话呢，它的腰就是这样松动的，所以平常的话呢要把它给扣进去，变形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给扣回来。好，到这个地方把它给扣进去，缩得越短越好。
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先把手臂这个地方白色的凸，对，紫色这里有个洞啊，我刚刚这个形状已经先大概的把它给弄起来了啊，这样比较简单一点点。到这，好，这里先扣起来之后呢，我们接下来就进行哪个部分的结合呢？进行手跟身体的一个结合。手跟身体的结合呢，先从飞机头部开始，从这个地方两侧翻开，头的话往上包上来，这里包覆过来，这边两侧包住，脸就给包住了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飞机这个头啊，上方这里尽量把它往下压，这样子压下来一点啊，让它这个样压平一点点。这里有两个紫色的凸，会比较往下方一点。这样一来的话呢，跟我们这个白色的这个部分的话呢，结合会比较容易啊，会比较容易。尽量把它往下压。好，如果没有办法完全扣上去呢，也没有关系啊，差不多勾住就可以了。最后的一个结合步骤就是这里，这个地方。裙甲翻出来之后，内部有个紫色的凸，扣进这里有个洞，把它给扣下去。那这个地方的话，就是调节裙甲啦、手臂的这些等等的这些多重关节呢，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密合。那就自己去调整啊，毕竟这是一个外星载具啊，并没有非常非常严苛的一个要求。那这个裙甲啊什么的，就能够扣得上的位置差不多，把它给扣上就可以了。这里啊，这个地方虽然说是看上去很简单，其实你要把它扣到形状很漂亮的话呢，你可能还是需要花一点点时间去调整一下。好，那最后这个地方真的是要花一点时间。这个紫色部件一样啊，记得把它给往下按下去。但是呢，因为按下去之后啊，有时候你手去碰到啊，就会稍微去跑掉。好吧，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。那最后的话呢，就是我刚刚有提到过的，这个底部有一个起落架，把它给翻出来。还有呢，就是它的一个这个，刚刚跟各位讲到的那个刀架的部分。刀架的部分呢、这里如果你这两个凸不扣进去呢，你完全可以把它先推到旁边去，然后用这个凸就好去扣这边。这样子的话，其实它已经非常稳了，基本上已经是不会去跑掉了，已经不会跑掉了。那按照说明书的方法的话呢，是还要把刀给插进去，但是呢，这个肯定是一个扣分的一个方法，我觉得没有比较好看。所以也就是说，为什么我会说不要把这两个腿中间那个卡扣扣上去，因为扣上去之后你要把它拔出来的话呢，就还要再多把两腿给解开，对于好不容易拼凑起来的一个完美的机型的话呢，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不方便的。那起落架往前放一点点，然后加上这两个部分放在桌上的话呢，就显得比较平整了。我们来看到波若丸的载具形态啊，首先它的大小尺寸呢，跟一个官方的 Deluxe 等级长度非常的接近了，不过还是比较小了，因为它只是最尖端的部分呢有 Deluxe 等级的大小，实际上玩具的等级呢大概跟以前的这个 Warrior Class 可能差不了多少。然后上面的这个刀柄的这个部分啊，刚刚有跟各位提过了啊，如果我们不选择呢这个两腿中间这个地方呢，如果不扣的话呢，从上方一拔就可以把它轻松的给拔开来了。然后由于它的一个身上的一些卡扣部分呢，主要结合的部分有六个，一处、两处、三处、四处，以及最后的这个飞机啊，扣到这个拳头上方这里有个洞，把它给扣下去。如果你完全都扣到定位的话呢，然后这两片翅膀的话呢，我的习惯吧，不是翅膀，就是这个裙甲的部分呢，我会把它压到这个两腿中间去，尽可能的让它左右能够对称一点了啊。这样子的话就是我觉得是我比较能接受的载具的形态。然后下方的这个护膝这个部分呢，在说明书里头呢是并没有要求我们给打开的。那如果你不打开的话呢，就是我给各位，那你给各位看一下，如果你不开其实也是能放了啊，但是你各位看一下效果啊，也是可以，但是好吧，就看你个人的偏好了。我是觉得他既然做了这个开关，我就觉得是应该把它给放下去。然后这个头上的这个尖角啊，如果你使用的是断角的，那当然就只有一边的角会伸出来。
那为了兼顾这个载具的一个完整性啊，所以我就把它的这个原本的头部给放上去，两个尖角在下面啊，非常有侵略性，像是獠牙一样的一个部分。那外星载具的形态呢，翻到底部完全就是人的一个样子啊，基本上就是把人的这个腰部给往下放，其他地方就扣一扣就完事了。但从上方来看呢，这个霸气度是很有看头的，像一把尖刺，像一把宝剑一样的这个飞机头啊，非常的漂亮。然后这个驾驶舱啊，也是有这个 Cyclonus 的一个风格，非常的好看。整体来说的话呢，变形呢虽然还是一如既往的，就是那么样当送的，但是载具的一个帅气度，还有人形的美型度，所附带的配件，包括武器啊什么的，都是非常精致、非常漂亮的。那么这款铁工厂的波若丸就给各位介绍到这边。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